拓海，你来干嘛？你老爸呢？伯父，躲起来了。没有啊，他叫我来的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宋豆腐？不是啦，他叫我来跟 GTA 跑一次。哎呀，你别乱来！哎呀，拐弯都不会，你要跟他玩啊？你死定了！你放心，我开车生活走这条路有五年了。我知道，可是你驾照才拿了一年。我赢过他一次啊。上次赢我的是你。嗯。臭豆腐。臭豆腐。喂，拓海今晚赢了，卡拉 OK 那笔账咱们就两清了啊。两钟头前不是说过了？什么两个钟头啊？喂 ，GTR 那么快，阿海有没有把握？以前你每辆车都比我贵，比我快。你赢过我吗？笨蛋！你不一样，你是疯子。我有说过我的孩子正常吗？五、四、三、加油！二、一 ，Go！甩屁股啊！但是那辆八六起步不够快，开始落后一点不要紧，说明是后段之路越来越少，急弯越来越多，到时候才是那小子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几年前他说看东西不清楚，我带他去配眼镜，谁知道验过眼之后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我跟他说，喂小子，别跟我耍花样，信不信我扁你。他对我说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开车的时候看东西好像越来越慢，那时候我才知道他越来越快。上次在这个弯输给他，这次不能输。还不是赢定了，那就看最后那个五连发加弯。
开车的技术很特别。嗯，你不是在山上吗？怎么那么快就下来了？听说你用排水渠过弯，真的假的？啊？我很想跟你来一圈，有时间吗？对不起，今天的比赛是我爸叫我来的，可能不会有下一次。可能明天你会改变主意呢。搞定了。漂亮啊，你给我争口气啊。